欢迎国服第一系列第十三期乱葬。这个原则可以理解成一个召唤师，一技能召唤一个山椒鱼，他的专属通灵还是召唤山椒鱼，打招也是不出所料，召唤一条巨型山椒鱼，和一家三口的属于是啊。你说这个人的强啊，那我认，毕竟技能范围大是吧？但你要说这个人的秀，我浑身上下三个眼睛也看不出来到底哪儿秀。你哪来三个眼说是？两个眼睛一个屁。但他的半藏不一样，国服第一半藏鬼剑，大家伙应该比较熟悉，他毕竟200多万粉丝呢，而粉丝量快赶上我一半了啊。但是我跟他要国一素材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插曲，1月11日第一次跟他要素材，2月14日第二次跟他要素材，3月6日满足鬼量请刘备下山也就3次，我请你3次请不动了是吗？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听说鬼剑是一个萝莉控，而且最喜欢波奇了，那咱们小号换一个波奇头像加上他好友，然后用变声器给他发语音。鬼剑哥哥在吗？啊，我是你粉丝。你秒回是吧？这游戏我才刚玩，就觉得你半藏玩的好厉害，教教我呗。这是我前2天打的，应该还行。你先看看视频学一下，完事要看不懂的话，我来手把手教你。不是，素材这就发过来了。啊，里嘎多！那我先看看视频，不等地方我。我再问你，我操，变声器有 bug。不管怎么说，素材总归是到手了，拿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国一半藏的视觉盛宴。時空間で Boy next door 祖先ここだ